喂，左心室继发的血栓，要做手术吗？需要。嗯，多少钱？按新农合医保报销后5万。可以啊，从你工资里扣。哎呦，花儿姐，我可是你亲侄子啊！少废话，亲侄子也要明算账哦。那我从证人工资里扣吧。从证人工资里扣。你觉得证人还有工资可扣吗？这一个月砸了我多少钱进去？总之，你们商量吧。让我免费做手术是不可能的。行，花儿姐，那就从证人工资里扣。哎，你么么哒啊！钱的问题解决了，有赞助。谢谢大夫，好好休息。谢谢谢谢，安心治疗啊。谢谢谢谢，这么顺利啊？本医生出马没有不顺利。吃个饭，回来再转。进。林医生，您好，不好意思加了您的号，但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有点事想跟您说。说漫屋那位今天也看了个腹泻患者，被鉴定为是旅游者腹泻。腹泻这种症状能诱发的因素太多了。是啊，老百姓肯定觉得腹泻多少的毛病啊，但是想要明确出确诊原因，却难倒一群医生。同样的腹泻，别人花几毛钱就治好了，云哥要5万。人生啊，生而不平等。但是能够明确出确诊原因，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所以少年们，一定要在实践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多多向云哥靠拢，这样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海城的骄傲。还，少说话，多干活。花姐，你干的啊？什么？你看看，哟，不错啊！什么不错呀？你往下翻，你看点赞最多那条。同样腹泻5年，有的医生只要5毛，有的医生要5万。海城医院确实良莠不齐，有的很好，有的巨坑爹。比如那个急诊，你们听说过那个传说中的医生吗？听说过，那有个姓苏的医生，看啥都先让患者花几千块从头到脚查一遍，然后看不好往风湿里一推，无良的黑心医生。但听说他很帅。你还笑得出来啊？一个是普通寄生虫感染，一个是老粉的心内膜炎，能一样吗？不是我找的，那就瞒我来的，自己找的。看不出来啊，小姑娘心机还挺重。别一口一梦熬来的，人家现在是我们海城的。花儿姐，我才是你亲侄子啊！一天到晚给我找麻烦的亲侄子，激将法呀，对我不好使啊。那我先去忙了。嗯。外卖，31好了吗？马上。哎，好。天水，哎，小姐，你这跑得气喘吁吁的，这么拼啊？多少单了？快30了。都快30了，真可以。你这是要存钱娶媳妇儿？没女朋友呢，我先走了。好。哎呦，天水，哎，天水，你怎么了？天水，天水，怎么了？啊，不知道啊。患者，患者。打110，快！啊，好。
在这干嘛？他经常晕厥吗？嗯，反正听他说他以前晕过，好像去做了检查，说是那个肾衰竭。不可能，肾衰竭要是导致晕厥的程度，会有肢体浮肿、无尿等一系列并发症。再说，晕厥也不是肾衰竭的主要方式。报告出来了。要不还是我来读吧。诊断为离子紊乱，钾离子2.2，是否急于补充钾离子治疗？不用，低血钾跟晕厥没什么关系。平时有剧烈呕吐和腹泻吗？这一年多偶尔拉肚子，但是没有吐过。饮食正常吗？算正常吧。还有很多检查需要做，先转泌尿科住院吧。转什么转？就在急诊科。我能不住院吗？那怎么行？现在病因还不知道，但是离子紊乱严重是真的会出人命的。那天水，那我觉着你还是听听医生的吧。啊，挣钱虽然重要，可是身体更重要啊。先好好住院啊。好，现在病因还不明确，先做个检查，查查病因怎么样？查就 查。查。体液量不足，昨天到现在补液量在2000毫升以上，怎么会体液量不足呢？而且他还能吃饭。你在跟畅丰的医疗代表来往？林副院长，进门要敲门，这点礼貌都不懂吗？有人亲眼看见那个昌丰的医疗代表进你的诊室，他跟你学了什么条件？你都答应了吗？回答我。我为什么要答应？你从小到大一直跟着我在医院，亲眼见过几个叔叔就是这么堕落的，有的甚至还进了监狱，你都忘了吗？跟医疗代表来往，那是自毁前程啊！我记得跟医疗代表有来往的叔叔们都没有好下场，也记得某人擅自更改我的高考志愿，害我差点学不了医。你觉得哪个才是真正的毁前程？我希望你能明白，打着为我好的名义做什么事情都要你批准同意的那个阶段已经彻底过去了。如果你觉得我跟医疗代表有来往，有损医院利益，那要去院长那边告我。没有什么其他指教，我要去看患者了，林副院长。云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不喝咖啡了？哪敢喝呀！你快坐，快坐。上次要不是你们，我真就完了。我看你这网站弄得不错呀。还行，算是步入正轨了吧？平均在线人数有3000人。就这么发展下去，手术直播指日可待了。手术直播？对啊。随着5G 时代的来临，足不出户可以观摩学习顶级名医的手术过程，医生可以通过遥控远程的指挥跨地区手术。科技改变未来，而我们新陵园要做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谁是螃蟹啊？郑医生。哎，不许打他主意啊。可这就是他提出来的。郑仁啊。他想做手术直播啊？是啊，我还觉得他挺有远见的。哦，对了，您来找我是什么事儿啊？啊，有个正事儿。
罗主任，范天水的 CT 报告已经出来了，正准备通知你们。我是说加一个中下腹 CT。我说的就是中下腹 CT 啊。哎，已经过了。对啊，云哥一早说的。我老公得了旅行者腹泻，五年来一直穿着尿不湿，特别的遭罪，哪儿也去不了。可海城医院的林医生仅花了5毛钱就给看好了，可同一家医院另外一位医生却让患者花5万块钱用于治疗腹泻。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医生早上好啊，罗姐姐。花这个冤枉钱呢？好吧，对于此事我们将跟进调查，持续为您报道。外行看热闹，气死老师傅啊！来取 CT 啊！放心，一人一份，绝不作假。哎，事先说明啊，孙记者弄的这个，我之前不知道。没关系，我会反击的。搞定了，苏医生。慢慢来的，抓紧哦，不然会输的哦。Yes。云哥，云哥，干嘛臭美呢？错，是辟谣。哇，这么多字谁看呢？就知道会有你这种人，不妨看看。来自甲地鞭毛虫病 C。这个视频啊，将来会在电视上24小时播放。哇，全是大神啊！那视频太长也没人看。那您有什么高见？你得做短视频，15秒的那种，简单接地气，还得有点颜值，还得有点幽默感。时代变了，连科普都要娱乐化。海豚的未来就是我。为什么啊？不是被你包子都堵不离嘴啊？知道了，麦克顺风老宋合阵，我赢了。苏云呢？云哥去看范天水了。他也知道了。既然都知道病因了，怎么不把患者这筛做手术啊？等着让我来呢？没有别的意思，不为竞争，只为救人。患者男性，38岁，腹泻1年，但自述并不严重。最近几日出现昏睡、晕厥，经过急诊排查，排除胰岛素瘤的可能性。我们给他做了腹部 CT， 发现结肠有肿瘤，还有大量的肠道息肉，鉴定为 NW 综合症。我看了病理资料，
MW 综合症是以腹泻不止加肾衰竭加体液紊乱为主，但是这个病患他的腹泻并不严重，那么对于病情的判断会不会不够严谨呢？该病例是少见的 MW 综合症的表现，虽然腹泻症状不重，考虑和患者的个人体质以及近期饮食较少有关系。也有刊登在文献上的报道显示 NW 综合症的临床症状也不尽相同，比如塞米基博士在五年前3月刊的杂志上首次报道了一例直肠绒毛状腺瘤合并直肠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瘤而导致的 NW 综合症的病案，伴有严重的低钠血症却没有低钾血症。还有比利时列日国立大学附属医院的 Dennis 博士在五年前的杂志上的个案报道里写道，临床症状以腹泻为主。林副院长，您觉得呢？徐主任，我也是第一次遇上 MW 综合症，不过 ESD 手术没有问题。NW 综合症这种病，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如果失败了很正常，但是我们不能错过这个可能性。那就通知患者准备手续吧。好，我去通知他。嗯，好，那就先这样，散会。不愧是在曼欧待过的，见多识广。老林，你培养了一个好女儿啊。谢谢。聊聊。关于病情，我刚在会议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于其他，我没什么可以跟你聊的。你想过没有？如果不是 MW 综合症该怎么办？有一家医院，他们的总体误诊率在30%左右。他们的医生每年都在发表论文，研究如何减少误诊。这家医院就是曼欧。不要害怕误诊，误诊会帮助我们进步。这是我在曼欧学到的第一课。进步是后面的事情，误诊、手术失败、人命关天。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会误诊？还是瞧不起我？那你等着。自己来的。你说他自己来的急诊，让医生救救他。哦，挺厉害啊你。记得家长电话吧？嗯。来，输入电话号码。奶奶。嗯。联系家长，等家长来了以后再处理吧。那来得及吗？那来不及也得等啊，要万一……哎，算了，联系医务处备案，走紧急程序吧。好嘞，我去给他奶奶打个电话。好。张嘴啊啊啊！哦，你歇会儿吧。没事儿。修主任好。好，怎么样啊？今天挺好。不错啊，会越来越好。谢谢。多注意休息啊！半天水，看着气色不错嘛。
做好肠道准备，准备手术，进食进水。医生，我这个病还得做手术啊？当然，你的病叫 MW 综合症，它属于罕见的结直肠肿瘤，并伴有严重的并发症。挺严重的啊。嗯，那我这个病要是不做手术的话，能怎么样？结肠有肿瘤，还有大量的肠道息肉，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你会更严重的。好在浸润的范围不大，不用做肠道切除。会诊后，我们决定用 ESD 手术剥离。你放心，我们徐主任做 ESD 很厉害的。这手术听起来挺复杂的，很贵吧？一般来说不会超过10000块，除非在手术过程中有新的个体差异和问题。啊，徐主任。徐主任，他现在怎么样啊？还可以，还可以哈。多让他喝点水，要吃清淡的，这点一定要记住啊。嗯，好。忍忍啊，忍忍，忍忍，哎，再忍忍。轻点儿。小朋友，见过灯泡吗？我卡过。以前的灯泡啊，拳头这么大，看见没有？把它放嘴里。啊，嗯嗯嗯，我就拿不出来了。我心想，这可怎么办呀？找医生。找医生真困难。我呢，是去找榔头。先把它给打碎了，但是又一想啊，要是打碎了，扔到嘴里，不就破相了吗？这以后同学要是问起来，你看我们脸上的伤疤，那都是打架留的，牛，勇敢。啊，你看你，那是吞灯泡留的。哎，后来我又一想啊，要不然把这个灯泡直接吞嘴里不就行了吗？好了好了，你感受感受，还疼吗？那你吞了没有？没有，我也找了个医生，给我打了针麻药就好了。大强强，你多大个人了啊？怎么把个瓶子就弄嘴来了？这是眼药，还在姐姐上呢，我们喝过，那很残废。啊，谢谢谢谢大夫了。不用谢不用谢，小周，用支激素缓解舌头肿胀。好，要留院吗？不用，记住了啊，如果明天早上起来舌头还不消肿的话，马上来医院。哎，好好好，谢谢医生，快谢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这个什么饮料啊，它就这么好喝？那好喝，奶奶，我也喝那么喝吗？真不好哈，感冒我买一瓶试试，有多么难哈。走，拿药去。谢谢了，辛苦了。怎么了？想什么呢？你很少对患者这么有耐心。这不是看这小子挺聪明的吗？还知道自己来医院求助来。吞灯泡那事儿是真的吗？你觉得呢？真的。哦。哎，你好。15700。哥，你去哪儿了？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我这个月还的钱比上个月还多啊！哥，你可不能不管我呀！再等等，催贷的又要找到学校了。先生，你交不交费啊？后面还排着队呢。先生，我先不交了，不好意思。爹，哥，你终于接电话了。我还以为你不管我了，急死我了。没有，哥这两天太忙了。啊，那个哥，钱你什么时候给我打呀？这一期前两天就该还了。
爹。啊？你这亲能缓缓吗？啊？缓多久啊？就缓一个月吧。哥，我这已经逾期快半个月了，真的不能再拖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我的征信了。哥，哥，你怎么不说话了？哥，你还是不想管我是不是？家里人都嫌弃我，连你也嫌弃我是不是？哥，哥，说话呀，哥，哥。嗯，哥知道了，哥一会儿就跟你转啊。谢谢哥，我就知道哥对我最好了。哎，拜拜，弟。拜拜，哥。前面还在呢，这都能让人跑了，怎么看的人啊？干嘛去啊？我去查他住院时登记的地址。然后呢？他没钱，你给他垫手术钱啊？长风号才能说，只要用他们套餐就提供手术费。你觉得你爸会同意这事儿吗？院长同意就行。花姐不会同意的。那就从我工资里扣。不管怎么样，我要证明我们没有误诊。哎哎哎，五八八，这儿这个这个。我们废寝忘食好几天，好不容易找出你的病因，你就这么走了，太不厚道了吧？对不起啊。我实在是没钱治了，没关系，我给你这条明路吧。钱一体捐赠，万一手术成功了，你就像余云霞一样分期还给医院。快点水！快打120。好。进。怎么不去观摩室啊？有什么好观摩的？我又不是消化内科的。再说了，我就算是，我也做不了手术啊。我听说你的手心理上的，看过心理医生吗？看过，怎么说？没有。其实我挺羡慕你的，虽然大黄牙把你爸害得很惨，但他起码还活着，你还有机会给他做手术。要是我那边活着就好了。不管什么病，什么样的手术，只要让我试一次，也许我的手还能恢复。我偶尔忍不住会这么想。他弯曲手臂了解过吗？了解过，没用。
开头还是头。嘿，真没事儿，什么烦躁啊、沮丧啊这些不好的情绪，两年前早都完事儿了。好歹看诊的时候也没有丢。我现在就是一条急诊科的咸鱼，随遇而安吧。咸鱼是不会背着患者跑的。所以你不是咸鱼。小王，姐，上一次的报道反响还不错，咱们接着做第二期。为什么同一个病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案？为什么一进医院就要做各种不同的检查？5毛钱和50000块到底差别在哪？哎，不是，你等会儿吧，姐，你等会儿吧。哎，咱们去医院接人短，人能让咱们拍吗？苏院长邀请咱们来的。啊？不，姐，这该不会是鸿门宴吧？苏院长您好，我是海事天天看的记者孙泽丽。您好，很高兴您邀请我们来采访。哪里哪里，快请进，我都准备好了。我看了你们第一期的报道，你们提出了一个疑惑，5毛和50000到底差别在哪里？同样是腹泻5年，所以今天正好我想说两句。来，您请。啊，诊断呢，对于每一位医生来讲，都是最头疼的事，尤其是罕见病的诊断。虽然症状看起来一样，但是诊断和治疗却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有两个病例，一个呢只要吃几毛钱的甲硝唑就好，另一个却需要手术治疗。那是因为病症不同，治疗的方式就不同。您看，这是我让人整理出来的关于腹泻的病例。光我们海城一年就有200多个病例，而正是因为病因不同，治疗的方法不同，所以花费也就不同。我呢不是学医出身，所以更能理解您和患者们的困惑。面对困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科普，耐心的、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解答。可现在15秒就一个新闻热点，是不可能说得明白的。而深度的阅读，现在大部分的观众都没有这样的耐心。嗯，那就要看您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想为大家解惑呢，还是只想要话题热点？哎呀，我们海城今天正好有一位腹泻患者，消化内科正在为他做手术，我呀。破例，请你们观摩手术，一探究竟。好的，谢谢院长。不客气。但是有件事我要跟你们说清楚啊，因为这个手术呢是世界罕见的手术，所以它的手术成功率很低。如果手术万一失败了，您放心，明白。我会秉持新闻的原则，如实报道，不只是报道事情的结果，也会报道事情的真相。海事天天看，真的是媒体界的标杆啊！院长您谬赞了。没有没有，请吧。打扰大家，来请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海事天天看的记者孙泽丽女士，现在正在做一档有关于老百姓求医看病的节目，来观摩一下范天水的手术过程。我们就是来观摩一下手术，顺便拍点素材就走。嗯、林医生，你来给观众们介绍一下手术吧。好。现在您看到的这台手术叫 Microtubule 脑综合征，
属于全球范围内都比较罕见的病例。术者现在用的手术技术叫 ESD， 又叫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光听您这样说，就知道这个手术的复杂性。如果海城医院能够拿下这个罕见病例，我想也是我们海城的福气。恭喜海城医院拿下全省的第一个 MW 综合征手术。谢谢，多亏了林医生第一时间查出病因，我们才能对症手术。不是我，苏云比我先发现的。同样是腹泻，有的用五毛钱的药就能治好，有的要用五万，而有的要上难度极高的 ESD 手术。如果你问区别在哪里，就在这里。我赢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谢谢院长，我们先走。不客气，应该的，请。看到现在的林院，后悔吗？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自己曾经也是孩子。我爸爸跟你一样，导致我们足足有三年都没有说过话。如果不想重蹈我的覆辙，就多给孩子一些尊重和理解吧。哎，那后来呢？后来你和你的父亲怎么又开口说话了？他急性心梗，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眼珠浑浊，还在到处看，就问他，爸爸你在看什么呢？他说不要哭。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对话了。项链呢？